迎来到真人游戏，本局游戏为个人战，各玩家加油。今天的游戏是个人游戏，那我就去决赛圈，这样一来就能干掉一个，说干就干。哎，海燕老师还是留在最后一个再干掉他吧。不过自从肉肉跟了他哥大圣以后，游戏就变厉害了，得先干掉他。别打别打，我有话说。你说自从你哥大圣带了你打游戏之后，你变得这么厉害，今天你就带了我这个菜鸟吗？我也觉得我现在挺厉害的。不过想想今天可是个人战，可不是组队，我呀就不打扰你了啊，走了。呼叫锅盖锅盖锅盖，我是香香。喂，锅盖收到。香香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一切顺利，现在肉肉朝250方向去了。锅盖收到，按原计划行动，继续跟着他。有了这件吉利服，我就可以化身伏地魔，最后成功吃鸡，哈哈！哎呀，哇塞，肉肉，这件吉利服将你和这草地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，你真是太牛了！那必须的。哎，不对，小小，你怎么又在这里？嘿嘿，谁让你这么厉害呢？跟着你能吃鸡啊！小小，这个是在玩游戏，不过我看着你夸我的份上，这次我就再放过你，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啊！锅盖锅盖，肉肉现在朝东南120方向去了。锅盖收到，跟紧他，我马上与你会合，一起两面夹击。香香不在，安全。肉肉，我在这儿呢。香香，你怎么在这里？ Surprise！ 锅盖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难道你们两个人是一伙的？要不是我让香香跟着你，恐怕我就找不到你了，你完了。那可不一定，这什么情况呀？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有人？恭喜海燕老师成功吃鸡。嗯，什么情况呀？我这就吃鸡了？既然你们不仁，就不要怪我不义。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